来，感谢陈兄再次示范哦。好，那个等一下再带，等一下再带。好，来，那我们现在检查一下哈，就是说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在过程当中，刚才是十五分钟满之后呢，来，可以靠过来，靠过来。我把这个电源关掉，电源关掉的时候，先检查它的这个时候它的表压力。什么叫表压力？我们现在生活一般人是一大气压，但是它写零，代表说它是从一大气压当作零起跳，这叫表压力。它是零的状态之下呢，才能打开。但是打开前，我个人会有个习惯动作，先开排气听声音，没有起一声 ，OK 就把它关起来。好，那一样这边就可以打开，两只手刚好对称可以打开。好，来，陈兄麻烦你。好，打开，这样子，我打开对不对？我要打开这个方，我要打开是往上这个方向，对，这是右手定着，对，对 ，OK， 没问题，因为它现在还有一点点压力会顶住，好，打开，好，然后呢，把它打开，然后退几秒钟，打开就整个拉开，达到全开，蒸汽会冒出来，好，大概等它一下下哈，然后这时候戴手套，那手套，这 OK， 好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来。好，然后呢，就把它拿起来之后呢，我们拿到，等一下我到那个水槽去。好，好，妈妈拿起来。